大家好，我是真实君，先问你一个问题，假如有一个外国人在你面前侮辱中国，你会出手去维护自己国家尊严吗？关于这一点，我不会质疑屏幕前的你，我相信你一定会。凭什么这么肯定呢？因为这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爱国情怀。怎么刻的呢？从小学的思想品德，中学的政治教育，到大学的近代史，还有广为流传的红歌，凝聚人心的电影，包括我们的宪法中规定的每个中国公民都有爱国的义务，这些都在无时无刻影响着我们。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这么重视思想统一的建设呢？这里引用100年前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，就是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。大家都知道，近代的中国被列强蹂躏，被日本侵略，被西方瞧不起，而魁首正是因为这个词，凝聚力。由于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，让平民百姓对于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兴亡没有任何概念。他们认为国兴是你皇家兴，国王也是你皇家王，跟我们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。像刘宪的汉朝无非变成了李宪的唐朝，赵宪的宋朝，朱宪的明朝，和爱新觉罗宪的清朝。老百姓心中的王朝的更迭，它只是姓氏的更迭，而统治者只对家族姓氏负责，并不对国家民族负责。以前社会是没有天下为公的理念和实践，所以国家兴亡又与百姓有什么关系呢？在这样的封建观念下，你又怎么可能要求民众和你一起万众一心呢？那古代封建体制下的中国社会究竟有多涣散呢？像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，当时英军在广州登陆，出于爱国情操的宣扬，我们知道的是历史课本里所熟知的三元里抗击，但这仅仅是少数现象。我们不知道的则是当地民众主动向英军出售牲畜、蔬菜、粮食等物资，以换取银两。百姓并不在乎他们来干嘛，来打谁，只要不涉及到我自己就行。还有我们熟悉的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。可我们不知道的是，在联军之后尾随的是人数更多的中国民众，一同加入了哄抢园内宝物的行列。他们只觉得抢的是爱新觉罗家的东西，跟国家是无关的。甚至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，听起来八国好像很唬人，其实满打满算也就18000来人，这么点兵力十天就攻陷了布防几十万重兵的北京。面对当时固若金汤的首都城池，我们不知道的是，当联军进不去的时候，当地的居民就带领联军从没有设防的广渠门下水道鱼贯而入。外国的军队散乱地站在土坡下爬上城墙时，下面还有民众帮忙扶梯子，而身后站着的一群群留着辫子的中国民众都在远远地看热闹，看洋人是怎么跟皇帝打仗的。甚至还有华人雇佣军和近20000人的中国民众给联军运送后勤辎重，而八国联军在北京杀人，还杀人诛心，指定中国人捆中国人，中国人砍中国人的脑袋。在老百姓眼里，洋人是在跟皇帝打仗，与我何干？打败了也是皇帝打败了，赔的是皇帝的钱，割的是皇帝的地，与我又何干？国家安全、民族尊严一词在民众心里远不如自己重要，所以孙中山先生才会有那么一句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的感慨。在近代，家是我的家，国是你的国，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在自己统治时可以平安无事，可当面对新兴种族制度入侵时就显得尤为突出。那有朋友可能会说，这是因为民众百姓心智未开，不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并不是。现实就是通敌卖国这种现象不仅仅只在平民百姓中出现，在当时的精英阶层更是层出不穷。像抗战时期民国政府的一批所谓党政精英，如汪精卫、陈公博、王克敏、周佛海、庞炳勋等等，哪个不是当时的国家栋梁、党政精英？
可笑的正是这群人嘴上背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誓词，却做着那盘散沙中最显眼的一粒。好比当时的彭炳勋刚刚获得台儿庄会战的胜利，在受勋完后转头就整个部队叛变成了伪军。还有王克敏最早投入日本怀抱，对于后来投降日本的汪精卫甚至看不起他，因为他觉得汪精卫投降的资格没他老。连投降日本都要以资格来评价，可见当时的国民涣散到什么程度。还有当时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，抗日抗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人，有牺牲的，有打散的，投降的，叛变的，只剩下他一个人在雪山上与日伪军周旋。最终杨靖宇壮烈牺牲，可悲的是在抓捕过程中出卖杨靖宇的，围捕杨靖宇的，打死杨靖宇的都是中国人，都是那群没有血性跟着谁干都是干，只要能活命就行的中国人。所以也正是经历过近代这些血淋淋的事实，让现在的新中国深刻意识到，中国人只有团结一心，众志成城，才能干成大事，才能获得民族尊严，在世界民族这里赢得尊重。正如教员在总结抗美援朝时所说的那句振聋发聩的话，中国人民啊，现在是斗起来了，这夜不得的夜华老啊，是不好办的。这里面的组织你可以理解成团结，也可以理解成我们从小就刻在骨子里的爱国情怀，让我们现在的中国成了世界上最不好惹的国家，而这背后支撑的便是我们中国人的凝聚力。好了，我是真实君，只讲真实的历史。如果你听我有所得，不妨点赞关注交个朋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